打，没有啦，站起来，能站起来慢慢往前，不要太大力。你确定那不是勾到？晕住了，但是龙虾好重哦，救命啊！我快叫他去了，手好酸哦。感谢频道会员匠凯电机、胖老爹桃园国际店、卢家客咖啡手烘房、Hattori Road、Nurse 红国科技、绿头鸭钓具赞助播出。自己的晚餐自己钓。我饿了。我知道你饿了，你今天来钓你喜欢吃的食物。没错。那你自己下来钓。你帮我钓了。你很怒哎。因为我下去钓，我不会，没有人会帮我啊。我钓就有人帮我就对了。是。因为我们其实蛮久没有钓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有几年了，对吗？没有几年啦，至少一年啦。两年吧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钓龙虾好像是也是在彰化，我发现龙虾场都在彰化。你上一次钓的时候是被那个元哥拍那。内裤那一次哦，对呢，好像有这回事哎，靠边，他们没有拍到内裤好不好？靠腰啊！啊，他们今天刚好有办活动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来玩玩看，刚好在就在彰化，放货喽！那个波龙好大哦，你说熬哦？那个是小只的，大只的还没丢，还不够，再大只一点才爽。哎，对面中了，所以我要准备捞着网。我刚刚有头有点一下，但我没有及时把它打起来，那个就要打了。所以他们这边有什么规矩？就是手不能一直。老板规定说，你放下的时候不能让手拿着杆子。只有在这边可以巡，前面不能巡。底下障碍好像有点多，需要敲吗？还是横着移动就好？反正就是勾到就打嘛，跟钓螃蟹一样啊。现在就是发呆等它经过。所以等一下你中虾的时候，我就帮你捞；我中虾的时候，你就帮我捞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快点，靠背。你今天只有脚可以吃？加一只脚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你的晚餐啊。很临时的对。对啊，所以我拉太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太急。可以现吃哎，要吃吗？螃蟹脚，新鲜的哟。我等下打火机帮你烧一下。他刚刚点了一下，然后不见了，我太慢了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太快，这样太快哦！啊，好难哦，还不能太快扬竿哦。那太慢扬竿，他不是会跑走吗？你刚点，有时候第一次他是撞到，要点第二次哦。我想说，我可以他点我就打，他点我就打，这样效率不是很好吗？都没有，又躲到哪去了？你好强哦！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没有感觉哦？不会吧？我今天要打龟。5 minutes later。卧龙哦。你说打我就打。老板加码。你这样子我压力好大，我要没勾起来怎么办？你勾一个准的，我打得起来的那一种。打打。没有啦。慢慢的，站起来，慢慢往前。不要太大力。你确定那不是勾到？晕住了，但是龙虾。啊，他怎么不动？他因为他抱住空心砖了，所以你要慢慢的。这也太艰难了吧！他跟他搏斗了。好，所以我要在这里定多久？定到你手酸的时候，加油！钓到你就是带回家加菜。啊呢，放松。就是稍微放松，来放松。哎，到我的晚餐。晚餐。啊，为什么他杆子刚刚这样会掉下去啊？因为你刚刚没有。它太重，这里的障碍物好多、哦，我一直觉得扣掉物件，然后有时候高度又不一样，所以刚刚是往回的时候钩子松掉了，就没了。大家都钓到了，加油！啊，我在干嘛？我好饿哦。阿飞在等你的螃蟹跟那一只大只的龙虾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还可以吃玉成的。是啊。没有动静啊，连螃蟹都没有，这样子也是血的、啊，这是空心砖，靠。不要啊！每次我都钓不起来。你手扶着，他又撞到螃蟹。哎呦，遇到老板再加码一只给你哦。老板亏死了。不会，老板手扶。等一下，快！好，慢一点。哇！我觉得刚刚那一只是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它没有勾住。阿扁，今天晚上加菜了。那是老板赞助的，好吗？赞哦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蓝龙，好漂亮哦、喔！什么？生吃。哦，生鱼片啊、喔。对。哦，我以为是说让我拿回去，带回家养好了。带回家养。蓝龙，你看，这样子那只起来就赚了1500块。啊，我上一只如果留起来。那只更贵，那只就3000块了。
那么大只的龙虾，通常它的那个可以躲的空间不就不多？因为其他的都被躲嘛，它那么大只，它一定很挤呀。因为你像假如说一个洞，顶多给你躲个十只小只的，或者是大只的两只就满了。假如说你一个夫妻坐在同一间，多一个小三还是小五来这边会来吗？它可能会露出半截屁屁在外边。对，老板要再放虾。哦，一样是我们刚刚钓到那个蓝龙，很美。那边也中了，然后我在这里都安静。我发现好像他们今天都爬那边呢，那边钓到了蛮多。这种东西都不一定，真的。走哪里我们都很难。可以边旁边啊，因为你刚刚那只应该还在这里。真的、哦，边边是要多边啊。他这个是在打中球姿势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这样辅助拿比较不会那么去分手重心。我是不是卡到空心砖，所以歪歪？下面有是不是？那个刚刚歪歪的就是他哦。嗯，这是有吗？对啊，怎么都是歪的？这里我还以为是空心砖呢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提也都没重量啊。你在哪里拍照？啊，如果我没冲到，我又不是要尴尬了。哦，不会啦，反正你都冲到一只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玉成要钓到了，怎么废？你怎么都碰得到？难道是我手残？哎，有，是那个是。刚好打到这个。对啊，但是不是打到勾到空心砖吗？不是，因为空心砖几率很少，你刚刚打到它了。哎，感觉这个超级考验耐心的。你大概那个学钓龙虾多久？7年哦，那蛮久了耶。屁啦，屁嘞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这样嘟到就有？我想说，我们之前去宜兰那边钓，我看走线就钓很好了啊。说那个龙来嘛？对啊，那个龙虾跟螃蟹都一直靠我这个位那个位置啊。对，在这边都是一直都是斜的啊，但是从来没有，看那个眼睛看不到那个灯的波痕，看得我眼睛酸。哎，屁啦！哎，哥你很强哎，终于被你救起来了是吗？救起来了，要不要抓他？好神哦，虾都还没有过来，就你就钓起来了，玉成超强。他那边青菜拉拉的屋啊，然后我在那边拉龟棒，在哪里？为什么？我帮你拍一下龙哥的照片，然后你再帮他拍。我在拜他。拜。龙哥保佑我今天钓螃蟹、钓龙虾不会打龟。三条什么都可以拜，是不是？拜完之后我就变大师了。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啊，开干！我觉得龙哥会打喷嚏。哇，他每次都很大呢。那个水花溅起来就不好看了。钓到就赚到，像刚才特大只那只，5000块。那一只就要5000哦，放那么多只，结果动静不大哎，好肥哦。这个超大一只哎。像这种龙虾体型啊，这个在国外至少要活得将近100年才会长得到。100年哦，好重哦。救命啊！我快叫他去了，手好酸哦，眼神死，好重。你看今天归气冲天，这里的货被你们靠光了，你们太强了，我只要拉迪赛的份。我们这边在干嘛？我们这边已经安静了15分钟了，哎，还是我在赛。2000 years later。啊，我不会，我等一下放走我会很尴尬，你赶快做拦截。你好强哦！他移动得很笨重，很缓慢。为什么？屁呀！屁呀！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还没接到手，不是我，没道理啊！我，难道我今天就是走塞文？是那一只吗？这样子你也能摸中其他只啊啊靠啊我的嘞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刚刚歪的哎，我刚刚只勾到这里有硬硬的，我不知道勾到什么。慢慢的往前，慢一点，我定着就好了吗？对，好。往上，我觉得我今天蛮塞文的，今天早上钓鱼也不好，然后晚上钓龙虾也不好，可以用捞的吗？好累，下去哦，180哎，啊，只有180，180，好深哦，我会被它夹屁股吗？应该是不会。
比基尼发挥的时间又到了，所以他平常要的水温是很低的，是不是？6度，就6度哦，好冷哦。是他吗？他站起来，慢一点，往外拉，再来。你救了他一命，好强哦！打在打扣住这个，你看一堆高手，我在旁边是钓得到你，在高手面前我只能拼人品，但今天连人品都不好。至少我龙哥有加持。OK。多练习。那要有场子让我这样子练习，有老板要无限供应让我这样子一直玩吗？以下开放留言，条件就是那个要让我们摄影师龙虾跟螃蟹吃到吐为止。对。哦，这是你钓到的啊！你钓4只啊，好厉害哦！吃螃蟹吃到饱。好啊，那我们要来去吃饭了。这是凤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凤螺，但我没有吃过这样的煮法哎，之前都是吃那种胡椒哦。超甜的，没吃过这么甜的凤螺。哦，那好假。赞哦。嗯，好吃。虽然我不太会形容美食，但是其实我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挑食的人。如果我知道一个东西真的好吃的话，代表这东西是真的蛮好吃的。这个甜味直冲天灵盖啊！烤油又是天灵盖，那胡椒吃起来很像我们吃那个统一脆面的那个胡椒。你看，像这种形容就可以啊。哇，藤壶哎，那看起来很厉害。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这怎么吃。重点是什么？哇！结果现场没有人知道藤壶怎么吃。哎，好像在吃蟹啊。对，他说吃起来像蟹。对，树哥刚是用挑的，刚开始好像蟹肉啊，正好在里面好像在吃那个虾肉。挑起来的，那是吃侧边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它的肉长这样，其实很像蟹肉啊。对，很像蟹肉。好难哦。够屌的啦，你看都挖开了。很像在懂蟹肉哎。树哥会了。树哥好强啊。感觉好专业啊。这个脸好难形容哦。味道很蟹肉。是蛮甜的啊。对啦。螃蟹来了，螃蟹吃起来怎么样？可能我吃这个味道太重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吃不出螃蟹的味道。来吃吃看这个吧，桂花。炒桂花蟹吗？味道如何？好吃。啊，我们先做 ending 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订阅我，拜拜。好废哦。因为刚刚有去钓龙虾，然后那个龙虾跟这个是一起的。我刚好坐那个位置真的不好钓，它下面这个障碍物很多，因为我坐这里对不对，然后它的障碍物已经在这里，他们坐在这边，所以我只能搜寻这里，然后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被钓起来了。我这里是钓得到吗？没关系啊，至少还可以动到这些。是你爽到好吗？第一次吃藤壶，我再来就知道它怎么吃了。而且树哥超强的，他已经学会剥藤壶了，超强，而且剥得很漂亮，我光用看的，然后再吃个几口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吃累了，我不想吃了，好累哦。好，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